者卓嘉平台北报道，大专篮球联赛公开一级男子组预赛周五于高雄一所大学开打，卫冕军建勤科大首战将面对屏东科大，教练刘梦竹透露，学校已经动员四部游览车要到高雄为球员应援。刘梦竹表示，校方非常支持篮球队，招生处有专人处理球队行销，经常发起动员活动，也发售专属商品，打造 NCAA 行销策略，八强复赛将拉到建行科大举行，全校师生可以更方便帮球队加油。谈到本季备战，刘梦竹表示，球队季外曾到中国参加杯赛，近期也让球员参加社甲联赛，学弟跟学长之间的磨合也渐入佳境，是大运两名国手简佑哲、刘仁豪两人进攻端火力、外线出手与切入及停跳投等都有明显进步。身为卫冕军，刘梦竹表示，现阶段目标就是挺进八强，距离决赛仍有一段时间，目前就是把每一场比赛打好。上届冠军赛 MVP 为校射手简佑哲，今年身为大四学长，他表示会以联霸为目标去带领学弟。建行科大教练刘梦竹又今天获颁是大运纪念徽章，记者卓嘉平社。是大运战友建行科大简佑哲，又明道大学林明义，记者卓嘉平社。